你真是本王见过最特别的女子。当本王的福晋，就不用那么辛苦。哎，你家水井为什么这么小啊？啊，你管那叫水井？我的天啊，这是什么令人窒息的说法啊？那是什么？这叫马桶。哎呀，就是。这个叫会冲水的茅坑。你们现在的确有很多令人惊奇的东西，值得学习。是是，我还得忙呢，我还得刷牙洗脸呢，你别挡着我呀，走吧。看得懂啊？这有什么看不懂的？不就是建筑图样？我还看到你参考我大清的府邸。这阵子我呕心沥血、废寝忘食，全都为了他。老总给我机会，我总找不着灵感。老总？嗯。老总是什么？老总啊，老总就是东家。掌柜的，你们还得替别人干活。嗯，现代女人都这样，岂不太辛苦了？别人觉得我辛苦，但我还觉得挺开心的。我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著名的设计师。哎，等等，把这个改到这里来如何？哪个改到哪个呀？这里可以去掉，还有这儿。你真是本王见过最特别的女子。当本王的福晋，就不用那么辛苦。这样如何？不过你的图样看着很吃力。什么意思啊？想知道？求本王，或者嫁给本王也行。你真当自己是爷了？我跟你说，在这儿我才是爷。哼。爷，您最近这梦做的可是越来越长了。真不想醒来。是真的，是真的，真的是真的。什么呀？什么是真的啊？四哥，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我梦里遇到过一个奇怪的女子吗？嗯，你看，真的。你这还有来，你看啊，这个画传千里的手机，这个是可以载人翱翔万里的铁鸟鲲鹏，叫飞机，还有这个是可以把人装到镜盒里的艾币，还有这个。够了，
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十三弟，你不过就是做了个梦而已，干嘛这么认真啊？但这真的是真的，你看，这个伤疤，就是我在救那个女子的时候留下的。哎呦，四哥，你就不想知道300年后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吗？朝中风云变幻，只争朝夕，什么300年后的事，那太远了。咱们现在应该做的，就是切实的面对当下。知道了。我从来不相信什么怪力乱神，我只知道，咱们身为皇子，爱新觉罗的子孙，就应当为皇阿玛分忧，为天下万民尽心。坐好了。这是我最敬佩四哥的地方，但我也相信300年后的世界定然是真真切切存在。还有那个女子。够了，十三弟。好了，我不说了，不惹四哥生气。但是就算知道300年后的世界，只要不影响现在，不耽误正事就好了。你知道就好。我看你啊，就是天天无所事事，闲的。看来我回去之后得让你四嫂好好为你准备准备了。准备什么？准备什么人。什么人啊？什么人啊？我猜四爷的意思是要给十三爷找个伴儿了。女人？嗯。哼，我十三会缺女人吗？会缺吗？嗯，来来来，吃点甜的，吃点甜的。我给你找个资料，你有没有灵感？什么灵感？现在大脑一片空白。没关系，灵感这种东西不是马上就能有的，但你吃口甜的，说不定就有了。啊，啊，怎么样？好吃。也许他们说的对，就是个普通人家的女孩，这皇室贵气什么的离我太远了。人家几句话便打垮你，一点都不像你徐蔷薇。说不定是你搞错方向了，真正的皇室得跑去故宫，跑去十三陵湿地看看才行。大姐，这故宫我闭着眼睛都会走了。那真的得找个爱新觉罗复活才行了。我怎么把他给忘了？谁啊？我先走了。啊，你不再多吃一块了？不吃了，不吃了。